听说男生喷香水出不了门。香水啊？你干嘛？我去健身呀。健身你喷什么香水啊？哎呀，我女生还不得喷香香的呀？你跟我出去都不洗头的，你跟他们出去还喷的那么香？还有你这穿的啥？紧身的，腹肌都看得清。健身不都这么穿吗？我问你，你健身练肌肉给谁看的？哦，给健身房小姐姐看的。给你看的。回去回去，给我换。瑶瑶，我换卫衣了，行了吧？我走了。等一下，好了。这个吃了。啥呀？加你身上的香味。来不及了，太情趣了。啥区啊？吃。是我在瘦的聊天室里发现了一个健身群。姐真的，我好像马甲线了。这个瘦的看着挺好玩的呀。对啊，现在年轻人都在用，那里面有各种开黑、唱歌、行乞、群聊、派对的。这个魔方情侣吵架群看着挺好。嗯，那你念念，我走了。别走啊，我陪你去。听说女朋友跟你待久了会变女汉子。哎呀，那指甲是啥呀？嗯，你是个女汉子。我怎么就汉子了？人家小女生都是这样看的，就直男才这样看。我怎么就汉子了？你别乱说。那你看你咋做的？啊？你看你天天翘个二郎腿，你就是个女汉子。女汉子啊？那人家小姐姐都是双腿并拢做的，我怎么可能是女汉子呢？还有吗？还有啊，女王，你昨天还有东西。美美的大胆的往前走，你还说你是汉子？那别的女生怎么看嘛？那人家小女孩都是翘起来看的。美美的大胆的往前，不可能，不可能，我不可能是女汉子。你给鸡。别难过了，你穿小裙子换上吧。嗯，穿你小女生该穿的，嗯，看起来像个女生是吧？有点道理。那我去换上。大哥，我是女汉子，不是女傻子。我对不对？我连汉子都不是。你搞这一出就是为了让我给你穿裙子看是吗？哎，我就不穿，我就不穿，我就穿了，怎么了？当我故意掐到女朋友吃过的地方，第一口给谁吃啊？给宝宝吃，站着。不好吃，全给你了。苏醒了，猎杀时刻。你这里都咬过了呀？不咬过就不能吃啦？你多多脏啊！你现在嫌弃我，你以前都不嫌弃我的，原来我剩的饭你都吃，现在嫌弃我了是吧？拿来，吃掉啊！好吃吗？好吃。小凯，当别的女人坐过我的副驾时候，哎，安全带。怎么有股烈士香水味啊？我能讲吐。有吗？好像没那么臭吧？这座位是不是谁动过？怎么那么往前啊？腿这么短吗？说是不是你的相亲对象啊？不是，腿好像也没那么短的吧？我说他腿短就腿短，你到底带着谁？你问了也不知道啊，你问了也不敢。哎，口红哎。我就知道，给我惊喜还整这么多啊！我炸！不是，那颜色还挺艳的哈。到底是哪个不怕死敢坐我的位置啊？说，我该腿打断。啊，是你妈！哎呦我的妈！妈，来，你下来。用女朋友的方式对付女朋友。你一个人玩游戏开心吗？嗯。还你就说自己玩，你怎么不跟我一起嘞？啊？说哦，我没说你就不知道给我发个邀请啊？那我要你有什么用？我哪知道你什么时候下班啊？你不会猜啊？我们俩谈恋爱谈这么长时间了，一点不了解我，你是不是故意找茬啊？等我把这句打完好吧，等我拉你。你什么态度啊？啊？哦，无语了是吧？你不是很能说吗？啊？你是不是有病啊？对不起，行了吧？你就光知道说对不起，你每次说对不起，永远要反着干嘛？你知道你错哪儿了吗？你知道吗？现在没有陪我打游戏，我很难过。那你想现在让我怎么样才能开心？你闭嘴。哦，我让你闭嘴，你闭嘴是吧？你是不是要哄我一下？你是不是在学我？好了，等我带你啊，等我带，乖。志磊，快点下一把，玩家这个月给我涨30块零花作为健身的粉丝费。
我下班回家拼命阻止你朋友亲亲。别亲我，干嘛？好了，亲吧。今天不亲啊？我亲嘴又不是亲脸，又不是沾到口红，快点。别亲啊！你是不是嫌我嘴太干了？那我去涂个润唇膏。好家伙，真会自己找原因。来吧，亲一下。天天亲，别亲喽、啊。一会儿没味道啊！你别闹啊！亲他又不会少一块肉，快点。你别给我太过分了，我帅样子帅死了吧？好，我不害怕人，但人把我。好了，大爷过来吧，让我亲吧。你站着不动干嘛？你说话呀。就不想亲，太累了，别弄我。是不是工作上的事情啊？抱抱。哎，回家就不许不开心了。跟女朋友要亲亲，又说不亲了。来了，走吧。你先让我亲一口。我不亲了。啊、干嘛？哦，口红，现在好了，亲吧。我不要。你亲我，又不是我亲你，又不是蹭到粉底，快点。我不亲了。你是不是嫌我戴眼镜不好看？那我去换个美瞳，你等我一下。我换了，亲吧。我不亲了。你别嘚瑟，你快点！我真的不亲了。有人，你别弄啊！我妆都化好了，美瞳都戴了，有病吧？不是，不想亲了。你不要太过分，我跟你说，你是不是又嫌弃我没有洗头啊？我去喷香水行了吧？我喷洗了吧？这可以了吧？可以了吧，大爷？可以了没？亲呀、啊，大爷！你说话呀！你不说我怎么知道啊？你哑巴吧？逗你玩呢。什么？逗你玩呢。我要分手！炸！听说点女朋友三下，她就会知道你。当你有个虎了吧唧的女朋友。哎，这个车旁边是啥呀？玻璃水。狗尿吧。玻璃水，这里肯定是隔离水啊。等一下。玻璃是不能进去的。好家伙，不就知道耍秀。呀，我晚上跟我哥出去喝酒啊，行不？去呗。真的？嗯。那你晚上在家里早点睡啊。哎，那把这个钥匙了，要不省得你喝完胃疼。这么好。那。头孢苦不？头孢配酒，说走就走。哎呦！